林 Katarina， 今年27岁，喺澳洲悉尼大学商学位荣誉学士毕业，系一个兽医。好，欢迎你 ，Katarina， 可以嚟到台中间咧，俾我哋传媒朋友影相啦。嚟自澳洲嘅你啊，充满住灿烂嘅笑容同埋阳光啊！中间，望一望中间嘅位置先。见多少少我嘅手牌。我中間繼續 hold 住啊！跟住慢慢令佢右手邊啦，望望右手邊嘅相機。好，跟住慢慢又望翻中間較左嘅位置啦。好，跟住可以望望最左手邊啦嘅手機呢邊，冇錯 ，hold 住啦。中間再影多張啦。好多張呢邊，唔該上面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 Katarina， 有請下一位佳麗出場。